是由仁爱乐龄中心要为我们带来轻轻飘飘打击乐团的演出哦。好，那我们中破塞带领了一大群的小厨师们，带着家里的锅碗瓢盆洗衣板追烫通通陪起来啊，好，来呈现精彩的创意的打击表演。是的，我们这个中后三人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吴英燕老师哈，带领了我们这些仁爱乐龄中心的长者，今天带来两首精彩的表演节目。第一首是如果春天来了，还有接下来的即兴表演，掌声欢迎他们。第一首先春天来了。
是腮乎啊？是的，创意乱打秀啊、哦！真的是太厉害了。